家可以睇下呢幅圖喎。呢幅圖就係現實版大家生活嘅模式，就係講緊你一開始每個月可能你收到你嘅人工嘅時候，跟住你要支付好多唔同嘅費用。點樣跳出呢個循環嘅框框呢？你就要同時間明白大富翁成個現實版另一幅圖，就係另一個世界嘅大富翁。講緊嘅係一個投資期盤，呢啲全部都係講緊一啲叫做係資產項，或者叫一啲投資工具。你一定要係明白同埋認識呢啲投資工具。嗱，大家如果見到幅圖嘅呢一個咧，水桶模式投資法講緊就係有三個水桶喺裏面，裏面代表住唔同類別嘅投資工具。咁水桶一咧就係一啲快速增值嘅資產啦，譬如講嘅係潛力股嗰啲啦。咁水桶二嘅就係一啲平穩增長嘅類別，咁譬如講嘅係啲平穩增長股啦。咁水桶三嘅就係講啲收息嘅資產，譬如係啲收息股嗰啲嘅。記住啲水咧係由上面咁樣流去下面，一定係水桶一流去水桶二，水桶二流去水桶三嘅。當水桶一嘅水已經滿瀉嘅時候，多出嚟嘅資金就會碌出去水桶二嗰度。當你水桶二太多嘅時候，就會去水桶三。依個係講緊你長期按翻你嘅年齡，慢慢你嘅風險程度，當你年紀越大嘅，你承受嘅風險就會越低。其實依個世界就係一啲對立面，就係你好唔情願咁樣俾緊一啲現金，俾緊嗰啲企業。即係話啦，當你每個月都不停支出嘅時候，有啲企業係不停咁賺緊你錢。當你明白依一個對立世界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從你嘅生活裡面衣食住行嘅方向嚟到做選股。